在晨曦的流光溢彩中，千里之外迁徙而来的候鸟，飞翔出优美的乐音和舞姿。在寂静的湿地保护区，有一群人正在默默进行科研工作，为候鸟环志。他们通过卫星仪器追踪候鸟的生态和飞行信息，把湿地保护区的环境生态做好，因此吸引了更多候鸟来我们的家园过境做客。候鸟随季节变化，在北半球进入秋冬季之后，沿着固定的路线往南迁徙。候鸟有水鸟和林鸟。水鸟在全球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九条，其中一条从东亚到大洋洲的迁徙路线，经过的22个国家就包括了新加坡这个美丽的花园城市。过境新加坡的水鸟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双溪部落、克兰芝湿地、和乌敏岛的泽爪哇。他们喜欢的栖息地是红树林湿地和淡水湿地。而占地161公顷的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聚集了最多的水鸟。处于热带的双溪部落介于南北半球的中转站，加上气候温暖，海岸边又有很多滩涂地，水草茂盛，鱼虾贝类资源丰富，简直就是为长途跋涉的候鸟特备的丰富营养大餐。从北国迁徙到这里的水鸟多达65种，主要的大型水鸟有白鹭鸶，小型的是恒玉鸟类。4、5月份，这些迁徙鸟类呢，就基本上开始离开双栖部落进行迁徙，来到达他们在北方的繁殖地。在北方繁殖地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2个多月，然后这些鸟呢就开始陆续往回来。比较早的呢，就是这些红脚鹬啊，还有鲫鹬啊。8月初，青脚鹬也飞来我们的避寒圣地。之后，中韶鹬和其他水鸟也陆续报到。9到10月是迁徙的高峰期，能够看到的数量多达2000只。水鸟各依所好，有的只是过境，有的则在这里停留。红脚鹬跟中韶鹬是双栖部落鸟类数量最多，并且呢最常看到的，比如说金斑鸻啊，或者蒙古沙鸻啊，数量会很大，但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双栖部落的池塘水是候鸟最佳的停歇地。
每当涨潮的时候，水鸟就会飞进来，因为这里的低水位可以让它们觅食而不受潮汐影响。因此，工作人员得定期管理三个池塘的潮涨潮落，轮流保持低水位。观测水鸟是保育工作之一。李作为在园区看到三只身上背着卫星追踪仪的水鸟，这些都是他的团队放上去的。2017年，国家公园局引进了22个卫星追踪仪，并选定5种恒玉类水鸟作为追踪对象。Net setup plan will be probably 3 net, just parallel with the band. This is about 3 18 meter. This is 3 to 4 18 meter. Okay, otherwise you can assist on the band. Okay. 我们当然都会提前甚至一天或者更多时间准备繁殖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啊，还有控制哪一个池塘的潮水，然后在哪一个池塘装等等，这些都要提前准备。长期观测候鸟的专家很清楚鸟儿的脾性和作息时间，以及会在什么潮位飞过来。当滩涂被潮水覆盖，就表示远方的客人快要大驾光临了。环制的准备工作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捕捉到鸟儿的几率才会高。通常呢，我们也会跟踪国家环境局的这个天气预报情况。大部分时候呢，新加坡的天气变化比较多，忽阴忽晴。这种情况呢，我们通常都会坚持就是根据当时的紧急状况在处理。那如果说确实明显是连阴雨这个当然对鸟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取消。双溪部落是个自然保护区，这里时常有毒蛇和鳄鱼出没，危机重重。Go back now, okay? It's water there. I worry your safety. We just get at least one or two people watching, you k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Yeah. 今天设这个雾网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能抓到一些迁徙的这个恒玉类鸟类，来进行这个卫星追踪的研究。我们现在设这个雾网呢，是在潮水最低的时候。我们这个双溪部落的池塘呢，是这些鸟类的高潮停歇地，它在涨潮的时候就会逐渐进来。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它还没有到达之前，把这个网设好。特别是在接近比较傍晚的时候它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抓到一些中勺鱼青角鱼还有这些金斑和红角鱼这些鸟类了。
We will check the net on the bank and look out the crocodile. Watch out danger. Okay. We have a bird box. Bird bag? Okay, okay. Can proceed. 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下作业，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一组人分工合作，有的在一边看守，注意鳄鱼出没，有的负责巡逻，检查物网。候鸟刚刚迁徙的时候，或许没有注意到湿地上架设了好些网，科研人员抓到鸟类的数量会比较多。但日子一久，湿地架网的次数增加，候鸟也学乖了，在空中飞翔就已经逐渐懂得避开这些捕捉行动。保育水鸟的工作从1990年开始，国家公园局所环制的恒育类水鸟共25种，数量接近5000只。保育员都需要通过特别的训练才能成为捕鸟好手。抓到鸟的就说我们要特别快迅速的把这个鸟从网里安全的取出来，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工作。然后呢就是快速的进行处理，包括环制。环制就是给鸟儿一个身份特征，就好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行踪。鸟儿的另外一只脚也会系上彩环，不同颜色的彩环代表环制的国家，上青下白所代表的是新加坡。环制的工作也包括测量体重、头部和翅膀长度等等，把数据记录在案。之后再把鸟儿放飞。这只编号 A8 的中韶鹬是在1995年环制，2014年再次捕获。这只鸟儿竟然可以活到18年又2个月，候鸟生命力之坚韧可见一斑。这一次团队也捕回了一只装置卫星追踪仪的金斑鸻。这只水鸟是在2017年10月16号环制的，体重只有125克。因为金斑鸻资料比较少，李作为放了卫星追踪仪，准备对它全程侦查。志涵 ，Get the select tracker device ready. We're going to have our first green shank select tag. B6. 因为青角鹬的警觉性很高，所以不容易被捉到。Okay, head view. 189.7. 186. 86. In past 25 years of Songhai Blue Ring history, we ring probably 20 birds. 所以 finally we got one. This is very exciting. 国家公园局在2014年也曾经使用光敏定位仪来追踪红角鹬的迁徙过程。它是通过这些地方来探测这个光线，记录下来日出日落时间，然后这两边这个两极进到水里之后，它就可以知道是淡水或者咸水，它还可以感应到就是说它的温度。团队曾经把光敏定位仪系在99只红角鹬身上，这回想方设法重新回捕，就是要获得更多生态数据。红角鹬比较忠诚，
通常都想回到熟悉的栖息地，因此比较容易回捕。我们就抓回了七只，这个数据呢都蛮不错的，已经证明我们这些鸟呢，就说又飞到青藏高原那边繁殖。采用新科技的卫星追踪仪，能够更精准地追踪红脚鹬的迁徙路线。这只鸟呢，看起来很健康，体重呢大概122克了。虽然还是相对来说有点轻，但是今后这一两个月，它的重量会逐渐增加，那最后可能达到差不多150克。这样的话呢，承重这个追踪仪啊，还是没问题的。尽管恒鹬鸟类的颜色通常都比较土，但是在迁徙之前会换上亮丽一点的颜色，特别是在繁殖期，羽毛的颜色会跟繁殖地的羽色相似，比较艳丽。通过羽毛观察，也可以分辨成鸟和幼鸟，了解它们的情况。蒙古沙恒，然后其中几只是幼鸟，也说明了今年的繁殖成功率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呢，这些鸟呢还是后继有人呢，后继有鸟啊。繁殖的工作不仅仅是体力活，有时候还得日晒雨淋，除了要起早摸黑，还得涉水而行，一旦踏进烂泥滩，就真的泥足深陷了。今天呢，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中韶鹬，但是中韶鹬经过这段时间的争取，但是它已经是非常机警了，会尽量避开，所以会有难度，我们希望会有这个运气啊。Sometimes windbow can just fly and hit a net. So the moment they hit a net, will start running and get a bird.But the case is the ground is very uneven. So even we want to act fast, but must act with caution. Yeah. Mm-hmm. 尽管我们呢进行了努力的尝试，然后把这个网的位置还有这个时间都计划的特别好。但是可惜呢，他们还是没有来啊。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从高空中飞过，可能已经看到我们有设网，这样呢，他们就避免呢进来。因为你快，小伙伴，长夜漫漫，熬夜工作，有时是长时间的等待，一无所获。现在这个时间很无聊，很伤心。湿地保护区的工作可以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忙碌时只能将就的休息。这里提供了宿舍，让长时间劳作的员工至少也有个如同候鸟般的栖息地。我呢，可能就是在我这个桌子底下啊，随便休息两三个小时，就这样。简短的睡一下，有时候补充一下精神，所以今天早上可以更好的工作。合上眼还没多久，又得起身干活了，要赶在天亮之前把网打开。6点半左右，光线挥洒，天开始放亮，
这时有些水鸟会来探访。可是等了一个早上，一只中韶玉都没抓到。鸟在睡觉，睡懒觉。有的鸟呢比较久记忆，有的鸟呢就很快就会忘记。比如说红脚玉，它应该记性就没有那么好。但像中韶玉，可能一辈子你可能就抓它一次，因为它中过一次之后，它就学乖了，这一辈子可能你就很难再抓到它在同一个地方。所以鸟是有的时候比人还聪明，因为鸟呢通常呢只会犯一次错误，它们就从中学习到。然后呢人呢有时候还会多次犯错误，我们没有吸取经验。到了二三月份，候鸟即将离开，团队能观测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时候鸟变得越来越精明了，科研人员捕捉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国家公园局请来了中国专家，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捕鸟。中韶玉的话，我猜中韶玉的声音。单凭吹奏竹哨能成功捕捉到中韶玉吗？